今天给大家介绍乐高的42032紧凑型履带装载机，总零件240力，共有两种拼装方式。今天我们给展示小铲车模式。这铲车的话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4根独立的叉车，再加上用这样的轴承是可以直接起降叉车的整个车斗，车斗整体是可以起伸到大概70度，放到斗底部的时候是可以把轮胎支撑起来的，同时还有两个把手是可以控制斗的上下跟叉子的前后。这款紧凑型履带装载车行驶还是非常好的。那通过整个履带带动3个轮轴的方式可以运转，适合7岁孩子以上拼装。